你去开直播了，你就变啥？你就变即卖什么妹？什么妹？啊，雕雕妹啦，雕雕妹。对，你若想要变做雕雕妹，一个月就赚百几万嘞。来，来做我徒弟啊，我教你直播。雕雕妹实际上是真水啊，来雕雕妹哦，伊加钱了。那个什么，那个什么什么老大，那个什么？对啊，什么老大那个？因为我长得不怎么样。你们那边阿尼阿伟，阿尼阿伟，什么老大的，表示我很红，我已经红很久啦、啊。六老大才今年才红的、啊，我是耐看型，还有 level 不同，好不好？我真的是哦，我是可爱派的。说话不要夸大，不要嚣张。外面我俩大面请一个直播助理，这助理吼，我也是把直播的方式教伊，啊，为什么教伊？你敢知？上吊也是安尼，等于我教伊直播啦。直播你可能感觉无足遗憾的，但我跟你讲，咱个有直播一个足恐怖所在，就是你会使跟我的粉丝变得熟识。虽然我直播间拢万几人，其实我有三四十万的粉丝啦，只是大家起来看的人无同款人，爱踏来踏去安尼啦。做助理人吼，会使跟我的粉丝庆祝会，你后摆得到我的粉丝啦。啊，做我的助理吼，我一个要求就是一年内袂使出去开直播，一年哦、喔。啊，一年了，你想跟我的粉丝都熟的。你就使离开出去开直播啊！过来第二做我的徒弟的人，袂使去做啥，袂使去做个啥物？录的主播袂使哦，因为录内部吼，迄无动的啦，录到家婆店忙都有啦。啊，你去开直播了，你就变啥？你就变即摆什么妹？啊，雕雕妹啦，雕雕妹。对，你若想要变做雕雕妹，一个月才赚百几万嘞。来做我的徒弟啊，我教你直播。雕雕妹实际上是真水啦，来雕雕妹哦，伊加钱啦。那个什么老大？对啊，什么老大那个？你说我长得不怎么样？六老大是不是要争直播主？丢妹也开放学徒？你们这边阿尼阿伟，阿尼阿伟什么老大的？他说我有看到，长得不怎么好看，什么意思？表示我很红，我已经红很久啦、啊。六老大才今年才红的啊。好啦，谢谢六老大啦，你唔甘甜啦，吼、哦？你觉得之后我可以跟你比拼？六老大多瞎啦，好、哦、啊。你说实话，我知道你在说实话。有时候人哦，说一点谎话可以吗？我是耐看型，还有 level 不同，好不好？我真的是哦，我是可爱派的，红了四年呢，你才一年而已，继续加油哦。我也是讲实话。今晚明仔请小哥咯，来甲你徛台。啊，你叫小哥是要叫少年的，一定爱吧？啊，小哥要叫身材好无？一定爱啊。啊，身材无啊，是较侪岁哦，四五十岁。啊！你我叫我小姐小哥来买来，咱这粉丝欣赏。我叫你四五十个阿婆徛伫遐，啊！你敢要去？不像我明仔载叫小哥，我来无叫小宝伊。啊！叫小宝穿遐内裤，三角伫遐哟。有一些工作啊，确实需要一个特定的年龄，或是特定的那个特征的人比较适合啊。哦，林志玲下几岁啊？阮宝五十岁咧，但是你啊，但是大家人是阮宝伴娘啊，大家林志玲讲看起又气功，你听意思无？你莫看伴娘五十岁呢，还照样的呢，安尼啊喂，拜拜。我告诉你，我告诉你。